哥，可不可以就这样把我绑在身边啊？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在我身边啊。为什么？安全带。你以后会遇到喜欢的人啊。当时的主张着这不得就放任，这欲望与绝望人之间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欲问到底喜欢过吗？你去呗。有喜欢的哪一个好看？你最好看。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，身边剩下那个不离不弃是心里的苦。我这一生的轨迹，用魏谦两个字就能贯彻始终了。